呱呱直播爆料称，赵露思在片场坐在椅子上，让助理给她脱鞋穿袜子，自己只顾着逗狗遛狗玩，撑起排场大。对此，粉丝解释称，赵露思和助理关系很好，古装戏服厚重，自己不方便脱鞋，才让助理代劳。脱鞋的时候不小心将袜子带了出来，助理顺手把袜子穿了回去。你怎么看？